干涉我的私生活，那呢代志就变作足混乱。这人的意思就是讲，唔好让信用来介入，也是来干涉着伊家己的生活。这人安尼讲的时阵，表示伊唔捌听过圣经信用，或者内面的故事，伊嘛唔捌听过有司提反这个人，嘛唔捌听过有一个叫保罗这个人，嘛唔捌听过有一个叫彼得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拢是因为伫生命中间，互福音、互信用介入了，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。这个人伊嘛唔知影讲，当今伫这个世界顶面，寡济人来跟随耶稣基督，互伊伫生命中间，因为用阮信用来介入伫因的私生活。因伫困难的时阵，伫逼迫的时阵，有艰难的时阵，有困境的时阵，因拢会当用这去面对，用信用去面对这，甚至去面对死亡。这个人伊绝对袂当去理解这件代志。伫基督教的近代史中间，有一件发生伫日本，也不只会当互各国人感动的。几年前我去日本东京这个所在去旅游的时阵，去参观一个叫做26圣人的一个纪念馆，26个人的圣人的一个纪念馆。啊，这个纪念馆，你去看了的时阵，你会感觉，那个信仰是怎样用一个人去面对着这么恶劣的环境、这么残酷的环境中间，还阁要持守这个信仰。参观这个纪念馆，你会发现到讲，这个纪念馆是咧记载讲，伫日本的历史内底，1587年。拄仔是日本丰臣秀吉咧统治大日本的时代，迄个时代，伊宣布讲所有的基督教信仰拢袂当，所以丰臣秀吉迄时阵就是要封锁，也是要逼迫信耶稣的这。十年了，1597年开始伫东迄个京都掠这基督教，今仔信耶稣的人拢掠起来，几摆中间掠非常侪遐信耶稣的人。遐掠到囡仔信耶稣的人，就是耳仔割掉，手拔起来，拢掠去街仔路。规阵的人拢伫遐踅，拢看，拢信耶稣的人是爱安尼，耳仔给卸掉，互伊真艰苦，然后拢拔起来，游行，互大家看，然后给伊鞭拍，才是信耶稣的人。然后沿路一直行，行真远的路，到长街迄个山顶的所在，到伫迄个山顶。然后坚持的讲，一定是要信耶稣，坚持到落尾，拢无要选择其他的时阵，拢总有26个人。这26个人，在丰臣秀吉这的兵，就将这26个人改定为死的界定，所以遐有26支的死的界。然后这26个人死了后，人感觉讲，哦，这人奈遐尼啊坚持。是甚物原因会当互伊感觉生命就会当无爱？总是定时个一万标记。这26个中间有三个是囡仔，三个是儿童。所以去参观这个纪念馆的时阵，外面的这个规个壁，拢用这个浮雕，就是讲雕刻的浮壁顶面的这个浮雕，其中有三个是囡仔，儿童。儿童会当干甚物？但是儿童伊嘛会当坚持，伊就是要信耶稣，伊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。天主教的洛望保罗，这个教宗后来咧形容讲，这26个人，伊是咧彰显十字架的困难，彰显十字架的困难。到底十字架敢有影有啥物困难？今日是我问你，你感觉十字架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困难？也是十字架中间是圣经甲咱讲的一个名称而已尔。也是十字架伫咱人世的中间出现的一个其中歌词中间的一句安尼尔。你感觉十字架敢有影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困难？哎呀，我顺便甲咱三个来思考，就是讲，这个看起来这么温柔、这么水的一个记号，搁这么残酷的物件，是对对来？啊，今仔咱十二礼拜堂，所有的教会拢有十字架，无论是伫外观，还是伫礼拜堂内底。到底这十字架是对倒来？这个记号是对倒来？真侪人也讲，迄个十字架总是看到迄个十字架，才尔啊温柔中间，伫迄个背后有一段历史。这个历史，予咱会当搁伫咱做基督徒的中间，三间来做一种的一个提醒甲见证。耶稣的十字架是当今全世界中间上有革命性的一种记号，革命性的一个记号。十字架若照圣经起了原文内面咧讲，十字架就是一个啥？
甲插箍甲写互尖尖，一支一支的插箍插条啊，啊要做啥物路用？可能即个插条啊写好了，有的是甲伊定做十字的即个形，有的是甲伊倒做 T 字形安尼。啊，遐做歹的人，都甲伊绑伫遮个十字架，啊是 T 字形的即个架顶头，甲伊处罚，毋是甲伊绑的，啊无就是甲伊钉伫迄个顶面。所以这种的记号，这种的工具，那照过去历史的考古来讲，那是专门咧刑罚遐做歹的人，无好的人。那伫这个全世界中间，上早咧用这种这么酷刑的这种工具的民族，就是马代的这个民族，以及波斯人上早上，因这个民族上早用这物件，因感觉一个做歹的人，歹到这个程度，就可以用这种刑罚啊，伫迄个所在做警醒。后来呢？亚历山大大帝，也是罗马帝国，也是迦太基，这些民族陆陆续续感觉，这种物件，那你侵犯一个人，也是不只袂歹，所以这些民族就开始用这种刑具来侵犯人。一直到希腊人、到罗马人来统治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时阵，伊开始感觉讲，有这种刑罚是物仔较残忍。所以呢，这种刑罚袂使用伫阮家己罗马公民，啊，无用伫伊家己国内的公民，用伫啥物人？用伫遐做奴才的身上，即做奴才无听话，来定伫迄个十字架，来定伫迄个 T 字形的即个刑罚的工具顶面，来警告，或下摆其他的即个奴隶人唔敢安尼做。一直到罗马帝国咧统治这段时间的时阵，才开始正式用伫个白去做，就是啊，做叛乱，也是啊啦，